第十九题，哪两种金属虽然活性大，容易氧化，但表面会生成一层致密的氧化物，防止内部金属继续氧化？这也是纯记忆性的题目，老师上课教过了。锌跟铝呢，它会在氧化物是一个致密的氧化层，所以第十九题问我们说，表面会生成一层致密氧化物，防止内部金属继续氧化的是答案选 A，铝、锌。